和尚，您踩到人家裙子了。滚！你们怎么了？天哪，这么激烈！和尚真的生气了。你，哼，我不痛快，你也得陪我一起。哇，这么巧，你也在晨跑，这是人家为你做的爱心便当，一定要吃完哦，人家来接你下班了哟。马上让那个女人搬走，明天下午6点之前搞定，不然扣除奖金。啊，明明你自己招惹的，为嘛要我解决？这小笨蛋幸灾乐祸了好几天，是时候夫妻同心，有难同当了。霍少出差了。出差？怎么不提前告诉我一声？你不是在骗我吧？就是骗你的。房子是两室的，位置在地铁旁边，我已经帮你交了3个月的房租。安岑，你不要太过分，把自己的亲姐姐赶出去，你狼心狗肺。现在收拾东西，马上搬走。少夫人，安小姐的东西已经收拾好了。安岑，你这个没良心的小贱人，你和这个老东西合伙欺负我，你们是不是有一腿？李叔，麻烦你派人将他送走。是。对不起，最近把家里弄得乌烟瘴气，麻烦您代我跟少爷道歉。少爷说，这儿也是少夫人的家，您可以自主安排。这里是我的家，我想见少爷，麻烦您一定转告少爷。少夫人，少爷说今天回来吃晚饭。今天晚上，今天我就能见到少爷了。